大家好，我是工聯會的副會長、立法會議員麥美娟。2021年在香港由亂及治的轉治一年，也是一個關鍵的一年。我們成功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，也都順利完成了第七屆立法會的選舉，選出90位堅定的愛國者參與立法會的工作。在2022年，我希望我們同我們各位的立法會議員可以更加高效的運作，要督促政府擔當有為，大家一起合力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，令到告別劏房成為事實，也都要解決貧窮問題。在2021年的最尾那幾天，香港的疫情又是反覆，出現了新一波的疫情。希望在2022年疫情能夠盡快消除，讓我們各位通關有望，市民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。祝各位市民身體健康，行得、食得、瞓得、走得，乜都得。